入后面那里，即是现在是一个很自然的 earth tone 的状态，整个精神一点。记住一落呢不要即刻压下去，你我会扫一点，整少少到只手度啲多余嘅粉，咁就喺眼尾嗰度扫翻上去，擘大啲，系啦，用一个方式就系、是、慢慢轻轻地咁样嘅。慢慢推翻入去，做翻个眼窝，等佢深啲。我睇下咪蛋蛋先，系啦，你已经见到咧，其实两边咧已经咧，即系个尾度推系啦，推翻入去已经系深咗个轮廓。好，其實呢啲eyeshadow 好嘅，佢就淨係由深淺咁樣分曬俾你噶啦。咁咧，眼頭嗰度咧，眼頭我用翻第三隻色先，淺少少。呢、這個落眼頭，記住咧 ，eyeshadow 係要由淺眼頭開始至眼尾，由淺至深。因為如果你調翻轉咧，隻眼會好腫。做翻個輪廓先，擘大啲。即係總之，深色一定喺後邊眼尾呢度，眼尾呢個位。嗯，做翻個凹陷位啊嘛。嗯。咁呢度前邊咧就唔可以落太深色嘅，如果唔係你隻眼好似凹咗入去咁樣，唔靚咯。做唔到個收色嘅效果，但係你想隻眼冇靚啲、sharp 啲咧，就眼尾嗰度咧就要深色少少啦。第二呢度咧，係佢有少少咧，閃閃地嘅呢個位置，這些呢啲咧係啊啲閃閃地嘅。咁、我就係最尾落去邊個位啊？中間呢個位置，中間去。點解一定要閃咧？中間？中間或者眼頭都要閃，等佢咧睇落去咧，即係其實有個層次啊。即可能是、我不喜歡呢，譬如、整個 眼蓋位都是很沉色或者全部都是粉狀，我喜歡用一點不同的質地，況且它一盒已經有了，其實它一、就用它啦，是不是？ OK， 擘大啲，是啦，有一點點層次，譬如你 眼呢看下去亮晶晶樣就好了。最後我會用這一個白色呢一方面，再整翻推翻松佢，整翻打翻个 highlight， 即系等个眼窝位 soft 翻啲，唔好咁明显有一个形。同埋佢呢个位咧，有时你自己落得唔啱嗰阵时咧，系、有一格好似一卡嘢咁样噶。但如果我用一些淺色的最尾掃翻鬆佢，成個標好似漸變色咁樣，成個好 soft 啲咯，冇咁硬，冇咁實。同埋咧，我有時平時會咁樣嘅，但如果睇你有冇時間，我就用一即係依個掃咧。如果你有時唔識去控制點樣，閃到一嚿點樣都係一卡嘢喎，用翻呢個掃，成個咁樣掃，成個眼窩位、眼皮位咁樣掃。咁佢咧就會有少少好似畫畫咁樣漸變色咁樣散出去噶啦。咁我想問你，頭先掃深色嗰度咧，係用粗呢邊定係右呢邊？都係掃深色都係用呢邊，係啦，用呢邊。掃深色都係用呢個。呢個其實可以咧做眼線。哦。眼線啊！我陣間話俾你點樣做。咁我而家咧就用，我當一隻眼線啦，跟住用眼線筆。怎樣畫啊？成日都話怎樣畫怎樣畫，有一個很簡單，即係望地下自己。好，畫喺邊度咧？睇唔到。畫喺眼睫毛同埋眼睫毛之間。記住，唔好淨係畫上邊，唔好淨係畫眼睫毛上邊，
是要畫在 眼皮裏面的，素少少。所以你眼線不一定要揾得很好，如果唔係咧，你有啲唔上色嗰啲咧，即係點啊？呢個都嗱，佢一上就係同埋你要係防水啊嚇。如果唔防水咧，你裏邊你畫喺裏邊眼皮裏邊咧，眨下眨下，因為你眼有眼淚水噶嘛，就會化開曬啦。一定要 make sure 你呢就係係防水嘅。呢支眼線筆防水完之後咧，你就喺下低嗰度，即係望地下啦，自己都可以望地下咁樣。畫咗裏邊先，因為如果佢同埋佢如果唔冇色嘅話咧，畫極都唔上色，因為你啲淚水不斷咁樣排斥佢，一畫永遠都上唔到色咧，咁你就會整到陣好痛咯。呢啲眼線筆你私家珍藏，呢一珍藏我遲啲會喺呢度再介紹俾你哋，就非常之防水嘅。咁然後再好啦，畫完裏邊咯喎，咁眼睫毛我哋褪前少少先。眼睫毛下上面嗰啲位嗰啲窿窿咧都要填翻佢，同埋你成日都會有時人啲問咁個眼尾點樣畫啊？即係譬如你話眼尾究竟係戚上去啊？或者你做咩效果？其實咧，如果唔使做任何效果嗰陣時咧，就好簡單，你望上邊啊，望上邊呢度咧呢個位眼角呢個位褪前少少，話俾人聽，望上去。这个位置向后这样画，记住向后、哦、就有少少这样，不是向上定向下、哦、打平拉翻，系啦，拉翻平，但长啲，少少啦。其实、哦、如果你不用咁出都得，但其实我而家只系出咗少，跟翻你个眼型去拉翻出少少嘅啫。如果你个位点样画咧，就系个只眼望上边，然后呢个眼角嗰个位咧打平咁样画。千祈唔使諗住向上定向下，因為你如果唔識掌握嘅話咧，你隻眼就會戚咗上去，或者兩隻眼唔夠 balance 噶啦。啊，係啊，其實係咁樣噶啫。其實同你呢隻眼咧，其實分別唔大嘅，但係咧你隻眼就精神咗啦，即係佢唔會戚，唔會耷，咁樣就係打平咁樣。打平出。OK， 咁我哋係話下低使唔使畫啊？可能我會拉少少，即係好似上次咁話，你隻眼會好大好牛畫，唔緊要拉少少。即系下眼线都要拉少少，少少啫。OK， 好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好到眼睫毛先，到眼睫毛啦。好，点样？即系好简单，大家都能识噶啦。望地下，记住喎、哦，抹夹之前咧，你要 make sure 呢个位咧系要系干净噶。呢啲位一定系，即系你要抹翻你平时之前嗰啲。如果唔系咧，眼睫毛好容易甩噶，黐嘛黐翻你啲眼睫毛。抹完之后咁干净啦 ，make sure。咁就望地下，一二，即系其实慢慢咁样夹啦。我哋一摆就摆落个根部先，慢慢咁样褪翻出嚟，向上褪，即系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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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样。即系唔好一嘢夹，唔好一夹就夹，同埋唔好咁大力啊！系要慢慢温柔啲噶。呢啲眼睫毛咧，如果甩咗咧，就真系好难先生翻出嚟噶。佢唔同眼眉，唔同其他毛，即系呢啲好宝贵噶嘛，我哋要珍惜佢啦，系咪先啊？望一望先，系啦，已经夹咗啦。你其实睇下侧边咁样，即系譬如其实大家都睇唔到，但系其实已经系近啲，近啲，点啊？侧边。是但啦，咁你夹咗上去，咁啊精神啲，咁啊搽眼睫毛。同埋咧，记住咧，如果你一个好自然嘅妆咧，你唔使话咧呢啲眼睫毛直情黐到上去，好似太过太阳花咁。呢啲唔好住先，因为只系化个精神啲嘅妆。咁啊眼睫毛膏啦，咁就好简单咁样一下一下咁样，又系由个根部开始。收上去，OK， 就系咁样。下边使唔使啊？你下边如果多嘅话咧，或者有嘅，你就可以望一望上边，好少少地咁样，或者用呢个头，因为你幼啲嘛呢个位，再顶尖嗰度，好似画一画。